哇，你家好大呀，我能四处看看吗？可以啊，这边是餐厅，这边是客厅，走，带你去我的房间。啊，人呢？嗯？啊，那是我舅舅的房间。哎，你们走走走走，不好意思啊，我不知道这是你舅舅的房间。没事，你待会把视频删了就行。嗯，那个，你平时不是经常整你舅舅吗？今天能不能让我也开开眼界啊？嘿嘿，没问题。哇，这么丰盛，看上去一定很好吃。来，多吃一点，别客气了。谢谢。袜子啊，饭怎么是黑的？我碗里还有嚼过的口香糖。这什么呀？啊，怎么成这样啊？到底在干什么？你真是越来越过分了。不是这样的，我放的。你不要再说了。真的不是，我是想整你们来着，但我放的不是这些。莎莎可以为我作证。客官们，对不起，我事先是知道这件事，但我没想到你这么过分。你们别生气了，刚才我要重新做。不用了，我们带你出去吃。你们听我说，你还想干什么？你好好待在家里，把这些东西都收拾干净。怎么会这样呢？不行，我一定要解释清楚。哎呀，哥哥们，你们就别生他的气了，他也不是故意的。来，笑一个。哦，对了，莎莎，我们好像没加微信了。好，终于有你们这边的微信了。只能坐四个人，要不你坐隔壁桌吧。哦，好。你们怎么过来了？为了买个什么？是我看错什么了吗？你们什么牌子塑料袋？这么难做？我刚加了你微信，还没来得及分享，朋友圈发过照片，没顾及让我发。你们不是搞个秘密吗？还有这个。我们的私密视频让你赚了不少钱呢。你怎么知道的？我还知道那顿饭也是你的杰作呢。你这叫狸猫换太子，真是命啊。你们都是因为你啊。杨舅舅没事吧？哎，什么？你们还能对我怎么样？哎，我要不看她是个女的，我你们是男生，我不是。真一舅舅，你竟然买了束花回来。啊，这不是我，进门的时候派小哥递给我的。你们谁的呀？不是我。啊，我知道了，今天是七夕。哎，这里面有张卡片，看一下。花，太阳雨和你，我对你的思念写进了纸和笔。这不是一首歌吗？太阳雨和你，我对你的思念写进了纸和笔。雨阳，看不出来呀、啊，雨阳舅舅，对方花都送上门来了。怎么回事？我去开门。哇、啊！哎，这里有只小狗哎。还有张卡片、哦、你的酒窝没有酒，我却醉得像条狗。手机哥老师，你的酒窝像条狗、好可爱啊。酒窝我爱情这不就来了吗？拿来吧，你都是我的，要不要尝一尝我酒窝里面的酒啊？别着急，我的爱情。哎呦，爱情便当制作大全，这什么意思啊？嗯，知道你喜欢下厨，但我最喜欢吃的菜叫我是你的菜，说不定是给哲一的。我知道了，从字迹来看都是出自一个人之手，礼物却送给了你们三个人，这个人一定没安好心，他一定是想挑拨离间。天天的爱情又轮不到我了。我来。所以这次又写了些什么？哥，你的胸前，如果你还想靠，就开门给我一个爱的抱抱。嗯，胸肌抱抱，所以这些都是写给你的。开门呐，你开门呐！开门，我开试试。啊，你开门呐！我是真的爱你的，你狠呐！我知道的，你看我给你弟妹买点花，哎，我怕你寂寞，我还给你弟找了一只狗，啊，我把我的祖传传服务给你了，这不是给你小孩子的那个你的心病吗？你的胸肩，如果你还想靠，就开门给我一个爱的抱抱。
瘦成们减肥时的内卷行为，红烧肉来了，你们最爱吃了。哇，好香啊！我去给你们拿米饭啊。嗯。哎，秀秀，你在干嘛？来，米饭给你。哎，菜准备了。哎，快快快！啊！谢谢。哎呦我的妈！来，喝下这个。好。嗯。哎，你干嘛去？我下楼扔垃圾。我上午不刚清理过吗？真是秀秀，果然是下去特别锻炼。走，下去看看。那不是我买的欧扎克植物奶吗？我就说怎么少了几瓶。这。哦，宇阳舅舅，他也在跑步。你不能喝。你们怎么？你什么你？宇阳舅舅，你不是乳糖不耐受吗？还敢喝奶？哎，这没事，这款欧扎克植物奶不含乳糖，我当然能喝啊。而且它口感顺滑，不加蔗糖，也有淡淡的清甜，最适合咱们这种减脂的人当早餐啊。还有其他两个口味，茉莉口味是燕麦的醇香裹挟着清新的茉莉花香，十分沁人心脾。香芋口味融入顺滑的燕麦奶后，口感绵密，芋香四溢，都很好喝。对于我买的东西，你倒是知道得很清楚嘛。减脂期间嘛，这不得注意饮食吗？所以你到底拿了我几瓶？就5、6、7、8瓶。小声点。假装被狗咬了，看阿浩会有什么反应。小声点。咋了？他被狗咬了。狗咬了，严不严重？要不要去医院？没事儿，一点小伤，再过2分钟就痊愈了。那也要多加注意。嗯。没事没事，你看他火冒蓝浆，一会儿就好，歇会儿吧。然后假装舅舅们被咬了。怎么了？他咬我们。哎，你怎么咬人呢？他抢东西吃。抢你东西吃你就咬人呢？怎么这么小气了呀？你干嘛？没干嘛呀。你看我这是写的定语了吗？没有啊。你别笑。我知道。哦。从那到阳台这么远，你怎么知道的？我到的。No。给自己和舅舅贴上狗毛。好吃吗？不了。给你，你干嘛？我扔垃圾桶里就行了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你是什么情况才给的？扔了，扔了。舅舅，你是不是怕我们了？不怕。那你手里拿的是什么？我们不是变成怪物了？哎呀，没事，这样我马上去找医生，你们在家等我，我现在就去。哎，阿浩舅舅，要不你先把我们绑上吧，我怕待会出什么事。不用。好了，大家好好待着啊。怎么手疼起来？我回来了。医生说先把这个药涂了，然后打一个狂犬疫苗。宇阳，这，宇阳，这外星人能听懂说话？能听懂说话吗？我不能！医生，医生！世俗总要男人无惧无畏。当我对舅舅们说，我错了。哲一舅舅，我错了。不，你没有错，你怎么会有错呢？都是我的错，我的错，肯定没有错。这样啊，那你说说你错哪儿了？我错在了吃醋上。宇阳舅舅，我错了。钱包到账10万元，不是钱的问题。
人还在吧？你在想什么呢？nice 啊！二号舅舅，我错了。啊！你说说，我没了。我真错了，你要我跪下来道歉都行。哎呦！啊！你别急。哎呀，不是这个，二号舅舅，我真的错了。你怎么藏这么多芥末呀？哎呀，这不是因为你老拉他们整我，我都不想见到他们，我都。对不起，二号舅舅，我保证以后都不会用芥末整你了。啊？怎么？杨明浩，你别跑！快点换手，你完了。现在是暑假，他晚一点点起怎么了？下午2点就晚点，那还不是因为昨天晚上睡得晚吗？睡得晚不是要玩一玩手机吗？说不定是在学习呢。学习怎么把段位从青铜打上铂金？刚刚掉到白银了。还有你的房间都乱成什么样了？不知道的还以为进了贼。现在女孩子都这样，只要出门漂漂亮亮就行了。哎，这都是小事，至于弄成这样吗？你好不哪去，坏习惯都是你给带的。怎么说起我来了？你们别吵了，是我错了，我改还不行吗？上个暑假你也是那说，就是达不到你要的那套标准，你要他怎么办嘛？那像你这样惯着他就好了。那聊不下去，我也是。哎呀，这下怎么办？二号舅舅，快想办法！是，有了。妈，又是。这是侄一舅舅给你切的水果，特意让我们送过来的。估计是想给你道歉，尝尝。行了，一看就不是道歉，要道歉让他自己来。我错，我道歉。这是宇阳说的。对呀，他已经认识到自己错，你俩就和好了。是啊是啊，你看他说的多诚恳啊。我的，怎么还有一个？哎，上面上面。这件事我没有错。我会跟他道歉的。唐宇阳、谢云哲，你们给我站到那张凳子上去，快点！咱们家家训是什么？吵架不能超过3分钟。你俩都6个小时了，什么时候和好？什么时候下来？ Here we go, la da da, la da da, everybody.